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栋，我是小杨，我是 Yuki。OK， 今天呢，我要拍一个很久没有拍的东西啊，也就是美食食物介绍了。啊，因为我每次带我女朋友吃的这间呢，是我带过来吃好了，只是这两个傻佬也没有吃过，我就带他们来试试吃看一下。OK， 今天我们就是林董的女朋友。妈的干爹呀，鸡蛋糕喂！来，你们猜看你们要吃什么？我不懂啊，要带我们吃什么？你来看后面这间店吗？啊，没有开玩笑了。什么毛？什么都没有。OK， 它这东西是很特别的，它是那种烤肉串这样子的。几颗串？你分两点。哇！走，所以我们要去吃那个。烤肉 ，Let's go。Times BBQ Bar 时代烤吧，哇！看那边，大口吃肉，大杯喝酒。来吃这种 BBQ 的，肯定是要配点酒的嘛，是不是？来来来来来，敢做当季家，当季家，带我们两个人来，带我们试吃这个时代烤吧的东西。结果给你们看，带你来吃东西，结果你来拍照，幕后看到，好像很帅这样哦，哇，老诶。讲起来是输给我们的嘛，是不是？开玩笑，给你们看他这边的单点串烧，还有牛肉串、喜羊羊，还有二师兄五花肉串，哇，很多东西可以选择的。而且他这边的烤法哦，很帅，跟你讲，不是跟你开玩笑的，等下我拍给你们看。来这边吃那种烧烤嘞，我们这种有喝酒的，哪里可以少掉啤酒？而且啤酒是有 offer promotion 的嘞，所以我肯定要叫一杯。这个地方啊，特别是什么嘞？它的环境又很美。那现在我们就等叔来先啦。Let's go. Let's go. 哦耶！哇，牛虾，牛肉，牛肉肉。来，林董帮我们 service。哇，你这么大要帮 service 哦 ？OK， 没有问题。林董帮我们 service。首先呢，他是这两只来啊。哎，还没有涂哎。我涂了还在啊，涂 barbecue 先。哇，你看，冰粉粉，看它会转的吗？哇，你看，我多转的嘞。那我们林董记好，帮我们 service。你的牛肉你要是原汁原味的，那相信我。就给你要吃皮。哇哇。哎，这个要放两盒嘞。你看，你看，跌下去了，你看。会不会的？哎呀，这乱乱色的。人哪变那么计较了嘛？哎，那烤给你那边靠背，靠背。Thank you 都没有讲。不要我讲我坏，不要怪我啊！喝了酒就乱讲话。我们来玩游戏哦，一秒干完。啊，你叫我输啊！林董讲这里的牛肉一流，如果不一流，我就给他一拳。好吃到你回不了头，真的，不可以开玩笑了。哇，就等他烤了，我也不玩讲话了。姐，我想睡觉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方便你讲话。你坐一点。我也是定了。肉串要等六个钟。六个钟。肉串要八到十个钟。鲜虾要七个钟。哎，别乱讲话哎。没有啦。哇，我觉得它味道真的鬼大哈嘞，真的很香哎。超香。像你的这个 hot dog 跟这个午餐肉已经好了。我讲快了。来，午餐肉一人。来来来来。来，谁啊？这是午餐肉哎。哎呦 ，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来，我看 Yuki 先试试。看老人家吃，摇头哦，摇头怎么回事？讲好来哎，明天就在那边看住我们呢。哎、欸，好吃哦。什么叫这 A 好吃哦？比一般的午餐肉还好吃。明白了。喂。正啊，烧到都会觉得正啊，很脆哈，这午餐肉，你说可不讲绵绵那一种的。哇，看老板还有亲自这个，来来来，老板，老板请坐。一来到这边，老板请坐。没有错啊，经理，谢谢。你知道为什么他请我们吃的？我推荐是他的招牌。我是干啥小吃？哇，哈哈，这太好了，他抖一下，我这有点懒惰拍了，太好吃了，好吃哦，很耐心的吗？看这样子度，哇，这度法，哇，
哇，那个小姐姐为我们服务，很感动啊。没有什么事来找她，什么名字啊？叫我名字，你看一下。看到了牛肉，哎呦，看到。这比我的不不这多，现在吃一个原汁原味的先。哇，定了再倒点粉去，我人家倒多啊，倒了。你懂吗？我刚讲过吗？吃这种烤的东西一定要配点酒的嘛，是不是？谢谢你。哇，蓝的。哇，我放点糖啊！你看眼睛，四刀，真牛肉，有牛肉味道，有牛肉味道的，什么鬼？这个牛肉不像一般的牛肉，很难咬啊！一咬就直接入口即化，爽啊！好吃，我你们真的要来这一间吃，因为他们这里的服务超好。我还很拼。吃台湾香肠。哇，是台湾香肠。也是也是比一般的台湾香肠还好吃。通常你们都是有帮忙烤的。哦，那上次我来没有啊？哈哈哈哈哈。哇，也是哦。太多人的时候就没有了。太多人，外面要烤，然后你们要，因为如果在外面的话，我们可以帮忙。哦，哇。随便烤有熟吗？那时候。有些里面有点冷啊，我朋友骂我不懂啊，反正至少跟你们有事情嘛，你看活到今天，嗯。还有等了猪肉等了很久了，那猪肉也是跟牛肉有的坏了。来给你们看看猪肉，哇，不是，那猪肉很多汁啊，不要忘记配酒。啥玩？我觉得猪比牛好吃，都吃啊，哇，什么都过来。哎，讲真的，我喜欢吃猪，我觉得猪好吃，猪好吃哦。我只要你看哦，它烤肉是那种刚刚好的，看看把头那边脆脆的，你看。哦。下次等那样来。现在呢，重点是来了，虾已经好了。讲我们这种哦，是连买虾饺都一起吃的。哇！他把虾壳也吃哦，他必须就说的那个味道哦，哇！我在拿形容哎，那种味道，虾壳脆脆，又配上那种啊虾鲜的那种味道，懂吗？来吃看。外脆但内软，我终于懂为什么连壳要一起吃哦。这壳是脆脆的，外里面是嫩嫩的，然后肉是嫩嫩的，配在一起绝配。跟你讲，有一点，它香是不是？甜甜的，嗯，很爽。无话可说，就是两个字。好吃，对，所以叫我们已经把直接讲出来，把这东西，所以一切都吃得干干净净，看到吗？看这一干二净的，哇哇 ，OK， 所以我们去买单了啦。OK， 所以我们现在吃饱了，哇，这样满意哦，今天吃的。我跟你们讲，谢谢领导，哦耶哦耶。所以你们要来吃这间的烤包的话，记得来这个 Time BBQ 八时代烤吧。我会把的所有地址放在下面了，我们也很感谢老板，谢谢老板赞助我们场地拍摄，而且现在还有优惠，一只虾才一块钱吧？只虾一块钱，没有，还有那个要 share 去那什么啊？你们要去他们的 Facebook page 里面去 share 他的虾，这样子就会得到一只一块钱的一只鲜虾啊！所以如果你们喜欢我这样子的美食食介绍，有点尖尖这样的话呢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小杨，还有。看你们要不要敬业，有给创爱世界 ，OK？ 你是讲啊，什么下个影片就这样子是吗？啊，我们下个影片见了，拜拜。拜。